一直都在做呢。今天九号还没到，还没有来哎。他们九号没有来，我们。不过张金九亚当铺哎，张金九亚当铺哎。哎，不错，当铺成啊。张金九亚当铺啊。啊？金九亚当铺啊。谁啊？金九亚当铺啊。哎，不知道呢。我你当时穿这个裤子好了，看。打第一场，打第一场，打电话得困醒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要吃啊。我要等下回去了。捡到上半身太烫，太早进场了吧。
吸了是很鸟冲完之后再按摩，基本上都在阳台比较好一点。早上起来背的背出来一点，觉得真的是运动。
再来比武啊。